腰椎间盘突出，因为它整个它是一个腰椎蜕变往后突出，它纤维环的弹性降低引起的。一般来说我们保守治疗它是达不到让我们椎间盘突出达到根治恢复到它原来状态的这种目的，这是达不到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它的症状缓解达到我们临床的治愈，也就是说椎间盘突出还在，但是我们没有不舒服的一些表现了，这个我们临床叫治愈。但是它椎间盘它的基础还在那儿，它还是突出的，所以说随着我们姿势不当啊或者活动不对啊，它有可能就复发了，这是很常见的一种表现，这个也是腰椎间盘突出的它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它很容易复发。